Hello，这里是一博的电台，你知道吗？长颈鹿一天竟然只睡两个小时，而且大部分时间都站着假寐的状态。因为呢，它过长的脖子导致它在睡眠时的逃生能力大打折扣，所以呢，没办法，为了活命，它只能缩减睡觉的时间，实在很困，就站着眯瞪一会儿。